你确定你要玩吗？那现在不到都不快到了吗？快到是快到啊，你觉得你这样子一边开车一边打这个东西，那现在你要下下的十，我只要你十块钱也可以啊。这不是说十块钱不十块钱的问题，啊、你是觉得有没有用吗？那你觉得你要洗佛牌，你再拍吗？这个、我来帮你拍了，好不好啊？你要怎么拍的话，我来帮你拍。我不要这个，等一下我就发到网上去。我跟你说，你发吧，哎呀，这好了，你发了。你就这样子是吗？你洗发发的就发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行。好，你要打怎么不行呢？好的。尽管我又不是说。啊、你学吧，你告到哪里去？告啊。对。你行啊，厉害。那这个好，这个是等你好消息，我等你好消息。